啊，兄弟们，咱们武神坛的比赛由于这个制度的原因啊，咱们会有三分钟左右的延迟，所以说啊，干完他咱就看比赛，完全时间够用了。但是我觉得这个人不太好看，这个人是个钢板啊，除了金甲就是高防，再加上咱们没有天阵，没有金刚护法，对不对？没有野兽之力，没有触发满天花雨，所以说3200的变身啊，最后的一个连环击83，即便这样的情况下，对面竟然还不是个辅助门派，是个法系门派，真的太猥琐了。不过这样的人不一定能赢得了我，你们知道吗？啊，我也是有脾气的啊，我毒人能毒死你，我用象形能玩死他，你信吗？啊，宝宝有生死诀，你知道吗？你该死还得死，你懂吗？你能挺到我下个连环击吗？你防御我看看，来，你防，我看你能不能防得住啊！1700，不牛逼了，不牛逼了，下去，耐属性啊！你们都欺负我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也不牛逼了啊！好，两个啊，人和宝宝，宝宝和宝，两个人的宝宝要单挑了啊！1300。1400，双方的宝宝都是没有联合币的，因为都有星运，都有反震，都是你打我一下，我打你一下啊，你打我一下，我打你一下，我神一下，你没神，你给我滚，滚，啪！好了，我们的武神坛比赛开始了。